没想到我其实听不懂人话。哎，最后一条，哎，粉丝评论一定要见场。你们成了多少才哎呀喊我？不是你耳朵聋了，听着人话呀？我拿不出例子，例子不在。待会儿我们就去吃那个毛血旺。啊，那个在刚这么的人还现烤，还得吃饭是吧？来，饭盒碗拿上。饭盒碗，还有刚才什么饭盒这么贵？还搁这装？来来来来，我现在就给主管打电话。你自己点心，我是啊，不是，我说打电话。多少小姐，你别装听不懂人话。谢谢你，谢谢姐。谢谢。多少小姐，什么雪糕花我315啊？给我过来，多少小姐？我已经告诉主管，你装听不懂话记我的事儿。现在呢，我就是你的小教官，听我指挥。来，立正。哎，不是多少小姐，我是你。卧倒。哎，不是多少小姐，你上头没塞驴毛了，还是脑子进血了？你是不是我？谢谢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就说你怎么突然来找我，要当什么小教官呢？你搁这里圈谋私了是吧？不是的，主管，是他听不懂话。还行吧。啊，主管，跑步走。下去楼道和佛山250块，该去。谢谢姐。嗯，好。主管，走吧，谢谢。你给我等着多少时间？我做完，你看我多少时间？谢谢。谢谢多少回来？主管，183了，主管。嗯，还差183个，粉丝们都看着呢。哎，不是多少钱？你又装听不懂？你看我数一下来吧。啊，半天就做几个，是不是想被砍号？不是，做，给你做。孩子们，这多少才听懂人话的成年？你拿着这只还给他点赞，我做什么跟他们一样去？那考试都不及格。